来住丽祥酒店还不错哦，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可是有点乱哦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我住的环境，我来介绍一下我住的环境有多好，真的还不错哦。嗯，等我一下，太胖了，这样子。这是我住的环境，然后明天早上再让你们去看一下，丽祥酒店的早餐。我这一两天呢是来这里打工，讲到打工有一件事情超好笑的，就是有一个人好像他觉得自己很棒，然后他还特地说我要见花莲县长，可是当时呢我在工作，所以我不知道花莲县长是谁，所以就跟他说我也不知道花莲县长是谁，因为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这样。那我们明天聊咯，拜拜。Hello， 我现在要去吃早餐，稍等我一下。我看看面试环境。你们看，我的猫很漂亮，这是个丽祥。你好，有早餐吗？好，谢谢。Hello， 我要去夹食物了。你看，来看一下有什么。不错，下一个。